摘要：一、骑士没有受伤；二、他能够立即起身，走到他的机车前；三、汽车和机车发生了接触，碰撞了；四、骑士和司机就修车的赔偿问题进行了私下讨论。五、他的机车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，热心的旁观者对机车进行了一些路边维修。六、他很快就能骑车离开。Analysis. 一、骑士进入弯的速度对于他的机器的倾斜角度能力来说太快了。二、骑士的火车头与中央支柱短暂地接触了一下。三、他把机车抬起来，改变倾斜角度，以避免 low side。四、这导致他宽入了迎面而来的车辆。五、这位骑士非常幸运地避免了严重的伤害，或者更糟。六、在你的机器和你的能力范围内骑行。